一个女记者乔装打扮成男的混进剧组想演戏，我倒想看她到底想干什么。去哪？上厕所。上什么？上课。我怎么成了唐蜜？我是在谜语者发布会上出的事儿。我只有回到那个剧组才能找到线索。你怎么确定那是事故而不是意外？就是事故。哎呀妈呀，我怎么到这儿的？我又闯祸了吧？赶紧溜啊。我总觉得越看你越眼熟，我们是曾经在哪见过？他不会是想泡黄梅吧？才不会给你这个机会。